大家好，欢迎收睇今集嘅《警民同心》，我系警察总局嘅代表刘宗智，我身边呢位系惩教管理局嘅代表何美燕。大家好。根据民防法律制度，澳门设立咗民防志愿者，以无偿及自愿嘅方式，为本澳提供志愿协防服务，辅助及支援民防架构成员进行民防宣教同灾后复原工作。警察总局一直举办不同类型的培训及活动，以提升志愿者在民防方面的专业水平，同时推动民防志愿者的持续招募和发展。是啊，警察总局在七月初就举行了民防志愿者迎新仪式，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月九日，警察总局在氹仔北安出入境事务大楼举行2023年度民防志愿者迎新仪式，并嘉奖在过去一年積極參與民防活動的民防志願者。儀式由保安司黃少澤司長主持，警察總局梁文昌局長聯同各民防架構代表出席。此外，民防志願者培訓課程的部門代表和一眾社區民防聯絡機制的代表亦應邀列席。黃少澤司長致辭時表示，民防志願者的設立是讓熱心的市民能夠在有訓練及保障的情況下參與本澳的民防工作，在有需要時輔助民防架構開展行動，逐漸實現由政府主導、社區多元參與和居民積極配合的現代民防模式。警察總局共開展了三次招募民防志願者，至今共招聘了217名民防志願者。你們參與民防業為澳門的民防工作增添重要力量，作為民防行動的輔助參與者，民防志愿者不但需要无偿参与民防工作，还要牺牲私人休息时间参与防防工作。对此，我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亦都是借这个机会感谢各相关部门支持。迎新仪式上，保安司黄少澤司长、警察总局梁文昌局长分别向七位民防志愿者颁授家长状，以表扬他们在过去一年积极参与各项民防活动。随后，三位获家奖的民防志愿者代表分享个人心得，他们均表示民防志愿者课程专业多元且别具意义，令他们学习到丰富的民防知识和能力以贡献社会。仪式后，新一批民防志愿者参观民防行动中心，实地了解中心的设施和运作情况。好多謝警察總局的新設的民防志願者計劃，俾我哋同公公婆婆講解翻原來風暴潮的時候要撤離的方法，亦都好多我哋宣傳期間好多市民都不知道原來颱風的時候原來風暴潮帶嚟的危險性，所以我哋新設咗民防志願者之後，希望可以再多啲同佢哋有個溝通，或者同佢多啲宣傳計劃，令到佢民防志願者知道颱風嘅時候佢哋點樣應對。因為民防志願者係好唔同啦，佢係根據民防法律制度下嘅一個民防協助參與者啦，而且佢有完善嘅保障啦，同埋有一個持續參與社工服務嘅一個獎勵機制啦。咁所以我就報名參與咗民防志願者。咁我希望我係透過參與呢啲嘅培訓同埋活動，可以在社會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協助民防架構去進行一些應對一些公共事件的一些幫助。另一方面，自己都可以希望藉著這些培訓和一些很多元的一些活動，可以持續學習增加自己的知識，自我增值。警察總局將持續為民防志願者舉辦一系列的培訓課程，提升本澳民間力量的協防能力。美燕，7月4日是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35周年校慶，當日舉辦了系列校慶活動。是啊，當日還舉辦了新型網絡犯罪的發展與挑戰研討會，我們一起來看看當日的情況。研討會的開幕儀式由保安司黃少澤司長主禮，並邀請到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李守德帶領的內地公安教育代表團一行8人，由中央司法警官學院黨委副書記劉建會帶領的代表團一行5人，警察总局梁文昌局长、澳门海关黄文忠关长以及保安范畴辖下领导和各级人员代表出席。研讨会以新型网络犯罪的发展与挑战为主题，来自内地、香港及本澳的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网络犯罪、电信诈骗及网络安全等多个主题发表文章。研讨会除设有现场参与外，亦在各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设线上直播点，参与是次研讨的人数共约370人。研讨会分两个场次进行，
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广东警官学院、香港警务处、澳门大学及司法警察局的7位专家学者担任驻港嘉宾，按主题发表相关的见解和看法，每场均设有提问环节，与会双方就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气氛热烈。通过研讨会，让与会者对当前新型网络犯罪形势加深了认识，有助提升警务人员打击罪案的能力，以及面对日新月异的挑战，并体现保安高校作为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培训基地的承担，不断探索新时代下社会治安防控策略，为复杂多变的警务工作提供应对方法。监狱的安全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监狱不时会发生监狱暴动、在囚人越狱甚至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严重破坏监狱的秩序和安全，影响社会的安宁。虽然目前本澳监狱羁押和监管环境稳定，但仍需时刻保持警惕，防患未然。没错，今年七月在警察总局的统筹下，多个保安部队及部门联同卫生局进行了代号迅雷联合行动2023的监狱大型突发事件演练，以持续优化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机制，提升应急处置和协调能力，切实保护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于7月6日，在联合行动指挥官黄少泽司长指挥下，由警察总局统筹澳门海关、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消防局、惩教管理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及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并联同卫生局在路环监狱及监狱外围举行试次演练。演练模拟路环监狱女子囚舱有两名在囚人蓄意纵火，狱警通知消防局协助灭火，同时执行疏散预案，暂停路环监狱所有活动，加强戒备。消防到场后成功控制火势，行动中无疑将5名身体不适或受伤的女在囚人送临时医疗站治理，并将纵火嫌犯交司警人员调查。与此同时，模拟于男子囚仓区囚场有50名正在放风的在囚人，因不满活动被终止而鼓动叫嚣，制造骚乱，袭击其他在囚人及推撞狱警，狱方出动机动应变队及防暴队应对暴力冲击。考虑到监狱两宗事件可能演变恶化，惩教管理局启动跨部门专项应急预案，通报警察总局于监狱设立由海关、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及消防局组成的跨部门现场指挥中心。期间，机动应变队及防暴队进入球场救出两名因拒绝参与骚乱而受袭的在囚人，并发现有人企图逃狱。另一方面，模拟于男子囚仓区探访室，有3名男性访客突然以利器挟持另外两名访客，要求监狱释放正在被探访的3名在囚人，而该3名在囚人亦同时犯难，企图挟持在场狱警不果，被狱警及时反锁在被探访区域。机动应变队迅速到场戒备，社工及心理辅导人员亦分别对劫持者及在囚人进行劝导。保安司司长在听取惩教管理局局长的报告后，决定升级应急预案，指示警察总局局长启动联合行动指挥中心展开联合行动。鉴于监狱球场骚乱已演变成暴动，当即命令治安警察局防暴队与监狱防暴队组成的联合防暴队攻入球场，止暴制乱，控制和隔离多名暴乱分子，并交由司警调查。而临时医疗站则对8名受伤在囚人进行治理。于南昌探访室劫持事件中，司法警察局危机谈判组成功游说劫持者释放1名人质，但劫持者随即企图强行带走3名在囚人，并欲伤害另1名人质，因此治安警察局特别行动组攻入现场，成功营救人质，制服并拘捕3名企图劫狱者，而被反锁在探访室的3名在囚人亦受劝投降，被带走调查。此外，监狱外有1可疑车辆拒绝狱警查问并逃离，根据天眼系统锁定车辆后，海关在路环海边进行拦截，制服2名涉嫌参与协助越狱的人士。
而海軍船隊亦於海上追截到一艘可疑快艇，查獲一名涉嫌接應偷渡的男子，三名嫌疑人均交由司警調查。是次演練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化修改後首次設立了兩個指揮中心，分別位於警察總局的聯合行動指揮中心和懲教管理局的跨部門現場指揮中心，模擬指揮應對監獄大型突發事件。演練歷時約1小時20分鐘，總參與人數489人。應對假的公共事件，除了是科學製作和持續延遲合理高效我們好操作性和符合實際需要的預案之外，行常有針對性的定期演習是安保隊和安保和其他相關部門應有職責。一是檢視預案的合理性，二是審視行動的必要性，通過演習發現問題和不足，及時更新完善議案，調整行動部署，提升行動效率和執行質量。保安範疇各部門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履行職責，與時俱進，增強防備意識，持續舉行各類型演練，強化整體處突應變能力，提升跨部門的聯動能力，持續完善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切實維護社會繁榮穩定，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懲教管理局一直以來以懲教兼備的監管措施及多元化的收容教育服務，協助在囚人及違法青少年重建新生。除了負責執行刑法及羈押措施以及教育監管措施外，促進在囚人及院生重新投入社會，亦是懲教管理局其中一項重要的職責。是啊，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在囚人及院生手工藝品展銷會，透過展示在囚人及院生的學習成果，喚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宣揚支持重建新生的信息，鼓勵和接納他們重返社會。展銷會是日前已經開幕，我們來了解一下他們前期準備的工作和聽下在囚人的心聲。懲教管理局一直致力為在囚人及院生創設有利重返社會的條件，在路環監獄及少年簡化院設有不同種類的職業技能培訓工房，並安排專業的導師作指導，讓他們能夠善用時間學習一技之長，為將來重新返回社會做好準備。是次展銷會所展售的工藝品就是他們在培訓工房親手製作的，共會展售345種逾7000件的產品，種類豐富，設計各具特色，包括有麵粉黏土擺設、刺繡、彩繪油畫、木製家私、布藝製品等。而展銷會的收入會全數撥歸懲教基金，用於為在囚人及院生開展各項教育及培訓，協助他們重返社會的工作上。製作手工藝品咧，其實同學習其他嘅手藝都係一樣啦。咁最需要嘅咧就係要有耐性。咁每一個步驟同埋工序咧，其實都要花好多嘅時間咧，就進行不斷反覆嘅練習嘅。喺教導佢哋嘅過程裏邊咧，咁可以睇到佢哋不斷咁樣轉變啦。咁人唔單止變得係有自信咗啦，咁同埋喺處事方面咧係可以更加專心同埋有責任感咯。咁喺佢哋學習咗一段嘅時間之後咧，咁佢哋都會對作品咧進行一啲創新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咧不斷進步嘅一個最佳嘅印證。咁喺監獄裏面咧，佢哋學到唔單止係一門嘅技能啦，更加重要佢哋可以學到咧做人處事應該要有嘅正確態度。咁睇到佢哋不斷咁樣進步同埋成長啦，就是、我哋每一位工房導師最大嘅恩惠。監獄嘅生活令到我哋明白到自由嘅可貴。我哋應該好好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努力學習，不斷咁增值自己。好多謝懲教管理局為我哋開設咗好多教育啊、職業技能培訓嘅課程，同埋唔同嘅興趣班，令到我哋有更多學習嘅機會。每日翻到工房，我哋都會好認真咁做每一件手工藝品，而我哋嘅心都會跟住變得平靜，唔再亂諗嘢。每次當我望住自己親手做出嚟嘅成品時候，個心亦都會多咗一份成就感，同埋明白到做任何事，只要你下定決心堅持去做嘅話，就一定會有成果。我哋都因為咁而經常激勵自己，要更加誠心認真改過，努力咁認真學習。
在囚人及原生手工艺品展销会于7月28日至30日，一连三日在澳门科学馆会议中心举行，免费入场，欢迎各位市民莅临，表达对在囚人及原生重建新生的支持。如果大家想重温今集或者以往的内容，可以扫描画面的二维码或者到这个网址浏览。下集再见。再见。